獎嘅，即係我知，即係佢播放嘅數字咧，好犀利嘅。好厲害！因為咧，總共播咗408次，亦都係我哋新城咧個個 DJ 非常支持佢。我到今時今晚，我仲播嘅，聽朝我一樣播嘅。你講佢好有遠見喎，真係。係啊。好，係咁啦，再講啦，恆生勁爆 Music World 新城勁爆播放指數大獎嘅歌曲係。好啦，我哋睇一睇係邊個先。順便得到我們恆生勁爆 Music World 新城勁爆播放指數大獎歌曲獎項，亦都得到我們全台 DJ 咧一隻擁戴，一波一波好似咁嘅表現。八次啊，恭喜恭喜！好啦，講下啲咩感受啊？點睇我？有咩感受啊？首先我係80年代嘅新人李克勤嘅所有嘅新朋友，大家好。絕對知道，絕對邊屆？我哋80年代新人咁咧，就2000年嘅時候又同另一位新人咧，佢叫譚詠麟咧，組合咗個組合嘅。咁啊，最近就開嘅演唱會好快。俾獎獎呢位啊，你八十年千禧嘅新人，點啊？呢首字牌我播408次。首先要多謝每一位有播過呢隻歌，即係包括你在內。你一定要多謝我，佢等咗好耐。多謝所有朋友啦，咁啊，同埋作曲嘅 Eric Kong 啦，同埋填詞嘅 Wyman 啦，咁啊，環球唱片公司嘅所有同事手足咁樣啦，多謝喜歡接牌我所有朋友啦。好，我再次恭喜曬李克勤接牌嗰首歌，俾獎真係408次，仲可以有上嘅。多謝，恭喜李克勤首先攞到我哋第一個獎啦。多謝你。好啦，克勤咧就得到我哋嘅新城勁爆播放之後大獎，同埋紙牌嗰度歌曲獎啦。以下呢個獎又會係點樣啊？啊！呢個咧其實每年啲歌手埋頭苦幹咧，即係為咗做一張咧令自己同埋樂迷咧就覺得欣賞同埋滿意嘅專輯。